BMW i8 设有四个主要驾驶模式，分别是 Comfort、Eco Pro、Mass E-Drive 和 Sport。首先 ，Comfort 是预设的行车模式，在这个驾驶模式下，车辆低过大概时速70公里行驶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时间会尽量用电动马达推动行驶。在强力加速或者高速情况下，汽油引擎就会自动介入。 Eco Pro 是一个达到更加节能效果的驾驶模式，比 Comfort 模式使用汽油引擎机会会减少，加速的敏感度和空调系统输出亦都会降低。 Mass E-Drive 模式是一个强制使用纯电动驾驶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。这个模式可以和 Comfort 和 Eco Pro 模式同时使用。 Sport 模式是着重发挥性能的模式，使用的时候汽油引擎会一直处于启动状态，电动马达就会在强力加速的时候自动介入帮助发力。在波荡位置处于 D 波的时候，只要将波棍向左推，就可以使用 Sport 模式。在使用 Sport 模式的时候，搭载在汽油引擎的发电机同时会为行车用的锂离子电池充电。除此之外，引擎输出反应、胎盘的回馈力度和悬挂系统的硬度亦都会增强。另外，如果你希望保留住车辆现有的电量，留待往后的某段旅程才用，你可以在车辆设定当中的 Auto E-Drive 设定选择保持充电状态，这样驾车就会暂停使用电动马达行驶，尽量保留锂离子电池的现有电量。